哦，因为最后一首歌是 Katy Perry 的 I Kissed a Girl， 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后面的舞者，还有我们就是排的 choreography， 就是想说一定要跟歌有那个就是连接，不然就很没有意义，所以我们非常的给了100分啦。Kimberly 是第一次吗？确实在台上是第一次有任何这种的，对，亲密接触。很软，那你呢？你觉得？我觉得很有那个 ，like 这个手势是。It was like a 这个手势是什么？就是你知道，轻的时候，如果你就轻轻的这样，就没有感觉。会有一个 momentum， 一个动力这样轻下去，所以真的很有感觉这样子。什么？你说跟女生轻？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。很专业又很乖。